中国我所采取方，说中国鹅，中国可以把白说成黑，把黑说成白，黑白颠倒。中国可以把是说成非，把非说成是，是非混淆。中国可以把真说成反，把反说成真，真反不分。中国可以把真说成假，把假当作真，何不不分又如何辨别真假。中国可以把直说成弯，把弯说成直，没有是非就没有曲直。中国可以把好说成坏，把坏当作好，正反不分又如何分取好坏。中国可以把人间变成地狱，在一瞬之间。中国可以把所有人变成畜生，在暴政之下。中国可以把噩梦叫做梦，把清醒叫做反抗。只要中国人自律为马，又有什么反常之事不能办到？中国还可圆梦求鱼，信誓旦旦捉鱼不在水里，而爬到树上。昨天全民投手捉缺，敲锣在街市鸣哨，今日冰斗清零，走不出户，反锁在家。中国有一句俗话，失去反常必有妖孽。一个正常人怎能活在妖孽反常之邦。